然后我们要去给他做后期，反正我是给你们这边讲过这个品牌。他现在滴滴是为什么？在小心碰撞，好好报警。那为什么他那么久才说这句话？刚刚开始是速度。车道偏移，小心碰撞，小心碰撞。老板在，不用怕，对吧？啊，行啊。那等一下要拍清楚一点。西安，哪天？对吧？嗯。哎，强哥，我们去哪儿吃饭比较合适？还是说？你我，看看闭眼啊。对吧？嗯。看导航桥。你只是张嘴，他就已经闭了，就不管你打不打，对不对？那个博士他就是，他嘴就是平时就张着。怕啊。嗯。我这里没识别，打电话是，对不对？这个识别要五秒，嗯，五秒，我这里五秒时间嘛，反正你看这，它有延时判断。嗯，你低头那些呢？打电话，然后这样看那边五十六秒。哦，这个也要有时间的。对，姿态异常。姿态异常是有五至六秒，我以为挨吧。识别了，那行。就这么几个，你要点起来。